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一百一十九期参考信息。今年是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二十周年。九月七日，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在哈尔滨举行，提出要加强东北同中央和国家机关、东南沿海地区干部任职挂职和双向交流，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提高专业化素质。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黑龙江房企率先南下。不久前，黑龙江十部门联合下发《促进商品房省外消费实施方案》，提出依托黑龙江夏季康养避暑特色优势，探索开展“走出去、引进来”商品房省外宣传推荐活动，实行鼓励引导消费政策，培育扩大住房消费市场。 九月九日，哈尔滨在南京举行主题为“冰城夏都，清凉地产”的推荐会，十三家房企带去二十一个项目，优质房源近五千套。以前都是沿海南方城市到哈尔滨卖房，这回是哈尔滨首次异地推销房产。 哈尔滨住建局一名副处长介绍，未来三年将出台配套政策，使安居置业、哈尔滨、滨城夏都、幸福城理念深入人心，打造下住哈尔滨、清凉地产的品牌效应，吸引更多外地居民到哈尔滨旅居避暑、安居置业。结合前几天黑龙江收紧高考移民的新闻，马东工琢磨，这怕不是在学天津海河英才与武清学区房，嘴上说要管，实际上要打擦边球。 已经毕业的观众朋友，你们的大学专业还在吗？近日，福建教育厅发文，明年开始对高职院校专业启用末位淘汰制，连续两年毕业去向落实率倒数百分之十的专业予以调减或停招。 七月，四川教育厅也部署建立就业末位专业淘汰制度，连续两年毕业去向落实率垫底的专业，限期整改、减少招生或停招；连续两年低于百分之五十的专业亮黄牌，连续三年低于百分之五十的亮红牌。早在二零一一年，教育部就要求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百分之六十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不过，到了二零二一届，统计指标由就业率改为毕业去向落实率，包括协议和合同就业率、创业率、灵活就业率以及升学率。不少省份都沿用百分之六十的融库线。二零二二年八月，安徽要求控制社会需求不足、毕业去向落实率低的专业的招生规模，连续三年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百分之六十的暂停招生。 去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九点六。近几年，每年新增一千多万高校毕业生，但就业市场上求职难与招工难并存。今年四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增设、撤销、调整两千八百多个专业部点，提出到二零二五年优化调整百分之二十左右学科专业部点，淘汰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学科专业。 不过，不论是以百分之六十的就业率，还是以排名末位百分之十作为淘汰标准，数据统计问题都首当其冲。毕竟，就业率或去向落实率都是学校自己统计、自己发布，并非第三方监测，如何保证真实性和客观性？最近，教育部就派出多个工作组赴各省严查就业数据弄虚作假。还有另一个问题，前些年有综合性大学因为就业率不佳，撤销了基础学科专业，引发舆论质疑。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二年，分别撤销专业五百一十八个、八百零四个、九百二十五个，有减就有增，分别另外新增备案专业两千零四十六个、一千七百七十三个、一千六百四十一个，多数是市场热点和前沿领域，也有一些与高校的特色有关，比如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新设立的孤独症儿童教育无障碍管理专业。 还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新设立的工会学必修课二十六门，涵盖比较工会学、工会组织与工会实务、中国工运史；选修课二十门，有工会学经典著作精读、劳模学、工运领袖与中国工运、全球化与工会前沿问题。这个我还挺好奇的。 关注一下校园食品安全。九月一日开学后，江西赣州融江新区多所中小学公立幼儿园食堂不再配菜，由外面的公司配送预制菜，家长自行决定是否让孩子中午在校用餐，需要的话得提前付费。但学校没有提前征求意见，引发了家长的质疑和不满。市教育局回应称，是属地政府行为，没有报教育局。 无独有偶，九月四日，湖北荆州网民发视频称，小学生午餐是预制菜的盒饭。第二天，校长辟谣说，菜是当天十点做的，十一点送到学校。预制菜进校园，因此上了热搜。虽然今年预制菜进了中央一号文件，但因为充满科技与狠活，公众尤其是家长的接受度并不高。 大学食堂也不消停。九月四日，呼和浩特玉泉区市场监管局公布，内蒙古大学食堂的几个档口半年来用鸭肉冒充牛羊肉。拜托，这可是内蒙古诶，有点离谱。 同一天，广州华立学院学生曝光，食堂内一档口因每份饭售价低于十三元不涨价，被承包商罚款三百块。校方通报说，承包商的确要求上调价格，这个档口来不及更换价格的公告牌，所以还按原价经营。罚单的确开了，但没有实际处罚。最后，学校终止了对外承包协议，宣布由校方自行经营管理。 这似乎是最近高校食堂改革的方向。山东教育厅日前出台意见，要求公办和民办高校的学生食堂原则上自主经营，引入社会力量建设、承包和委托经营的，应微利运营，并逐步过渡为自主经营。学生食堂食材由学校集中统一采购，切实保障食品安全。云南九部门也要求坚持高校食堂公益属性，不得以盈利为目的，安排专项资金设立高校食堂饭菜价格评议基金。 九月七日，巴奴火锅子品牌超导火锅羊肉卷成分问题事件也有了结果。检测报告显示，羊肉卷确实含有鸭肉的成分。巴奴集团称，向消费者真诚道歉，同时将对在问题门店消费过羊肉卷的顾客赔付八百三十五点四万元。怎么说呢？很多时候，你以为是在羊肉和牛肉之间选，实际上是在鸭肉和预制菜之间选。 接下来看看拜登越南行。九月十日，拜登抵达河内，受到高规格的欢迎。布林肯、沙利文、克里和一票印太事务高官随行。今年是越美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十周年，拜登借此访越，双方连跳两级，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中越、俄越同一层次。原本越南打算只升一级到战略伙伴关系，但最终说是为了保持大国平衡，接受美国的建议。 有人认为美越这个全面战略伙伴比中越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要低一级，但在越通社和越南政府网站上，越中全面战略伙伴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是混用的。当然，我国的伙伴关系现在非常庞杂，看中文吃不准的时候可以看看英文，算是个没用的知识点。实物层面，双方达成一系列新协议，包括半导体合作伙伴关系。美国支持越南吸引优质投资，促进稀土综合开发。 比较大的项目有安靠科技总投资十六亿美元的先进封测工厂，十月起投产；美满电子科技将在胡志明市建立世界级的半导体设计中心；新思科技也将启动半导体设计和孵化中心；微软、英伟达、Meta 也各有所获。越南航空购买五十架波音七三七 MAX，这笔七十五亿美元的交易将支持全美超过三点三万个就业岗位。美国还将加大投资的力度，解决越南战争的遗留损害。 虽然访问的是越南，但在十日的记者会上，拜登提了二十几次中国。他说，访问越南不是为了围堵中国，而是要让美国在印太地区建立稳定的基础。拜登还谈了很多和中国相关的内容，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找找看。 最后回顾两位改变世界的逝者。Adobe 公司联合创始人 PDF 的发明者之一约翰沃诺克，八月十九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二零二一年四月，PDF 的另一位发明者，也是 Adobe 创始人之一的查尔斯格什克已经去世。他们俩一九八二年从施乐辞职，创立 Adobe。第一个产品是 PostScript，这是 PDF 的核心。 在计算机图形学中，图像的显示和打印十分困难。传统上使用位图格式存储，需要很大的空间。沃诺克的解决方法是不用存储整个图像的数据，而是按一定的规则向电脑描述图像的组成格式，例如大小、形状和色彩，然后由电脑画出图像，大大节约了存储空间。 乔布斯当时面对微软、IBM 的竞争，说服沃诺克将 Adobe 转型为软件公司，像苹果这样的硬件制造商卖授权，而不是自己生产大型的印刷工作站。这让 Adobe 成为硅谷历史上第一家成立第一年就盈利的公司。另一位逝者是 PPT 的发明者之一丹尼斯·奥斯汀，九月一日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一九八七年，奥斯汀和两位好友开发出第一版 PPT 软件，界面是黑白的，窗口也非常简单。奥斯汀贡献了超过一半的主要设计理念。此前，制作幻灯片是劳动密集型任务，需要专业人员进行复杂的操作。奥斯汀的设计初衷之一就是易于操作，任何人都能轻松排列信息。正在编辑的内容看起来与最终的产品完全一样，所见即所得。 PPT 让信息传递更加高效、有效和生动有趣，但现在有时也是华而不实的代名词。乔布斯就曾表示：“我讨厌人们用幻灯片演示而不思考的方式，我希望他们参与进来，在桌子上把事情搞清楚，而不是展示一堆幻灯片。”亚马逊也在内部禁止过 PPT。二零零三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解体，调查委员会发现隐患之前就已经被注意到，但在 PPT 上变成了不起眼的一行。 调查委员会认为，普遍使用 PPT 而不是技术论文，说明 NASA 的技术沟通方法存在问题。人们质疑 PPT，认为形式化的表达掩盖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奥斯汀同意这些抱怨，但认为矛头应该指向使用 PPT 进行偷懒、糟糕演示的人。他说：“这就像印刷机可以印刷各种垃圾。”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明天再见。